今天发现了一个小花苞，我早上来捉虫的时候在这儿到处吵吵，捉了很多条大虫子，然后就看到这个小花苞，先拍一个照片记录一下，看看它几天能把花开开来。今天早上发现荷花有三个花苞了，这是一个、两个，这后面还有一个小的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三个。观察一下，看看它几天可以开花。这个小的已经长了很高了。荷花快要开了。它的花苞就已经很漂亮了，这儿又出一个小的，加上原来这个三个，再加上那个快要开的，已经四个了。已经好漂亮啊，这荷花是不是快要开了？还有那一个，后面还有俩，那俩小的。现在还搞不懂。